啊？干嘛？咱们那个，轮胎到了，这轮胎不是鼓包了吗？这个？对，这雪地胎，咱把这个拆下来，把那个换上，把那个放哪弄啊？那套轮胎换，把钥匙放上，电动车钥匙，得出去取去。还是京东物流，放车，那肯定要开这个。这把充电的，四条轮胎，你要取这个轮胎？啊，四条轮胎。你给我收过货了，都四条。哎，你就这么放？你看，我把这个放上。东北那个到东北电话。给我。现在去看看，倒下轮得多少钱？问。哎，老板，帮我倒。老板在里面啊，老板啊，我这么我倒下轮得多少钱？什么？把我这个轮四个轮全倒下来，换这个得多少钱？我这是普通的，把这轮胎装上，把那个轮胎卸下来都。啊，这个叫就把这个轮胎换上去嘛。对，得做动是是啊。连动平衡也得整个，得多少钱？连往当地行就是50块钱一个，50块钱一个，嗯，太贵了吧？不贵。我跟你说，像我们就是这玩意咋掉的呀？拉过来都是这个啊，换轮胎就是30块一个，做当地行就得10块。你这样吧，嗯，4个150块钱行吗？行，我就搁这换了，我就不往别地方走了。4个150块钱啊，你考虑一下啊，你考虑一下吧。可以吗？好了，好行。那我车怎么停？等一下，他在马上丢了啊，他马上。他。后面还有吗？雪地胎那是。雪地。啊，雪地胎，搁东北开过来的。哦。得换一下。对，得换一下。换一下啊。要不这块太费胎了，车还费油。哦。啊，对。对的。很好的，干嘛要换呀？要换这是雪地上用的轮胎，这还扎个钉子，嗯，没事了。哎呦，没事，这是雪地胎。雪地胎，对，舍不得用啊。对，是这是肯定不能这时候用啊，用就用坏了，必须得换。用他们的换刹车片啊，他要100块钱四个刹车片，我自己能换。我要自己换，反正这东西他还没有，这个时间应该够用。他还没有把我那轮胎拆，刚拆了，还没有做动平衡。我估计他做动平衡的时间，我就能把它换我说给他50，他不干，哎，就得自己修了。太薄了，我也太薄了，看，我这么薄了。这个是专门去油的，特别好使。看看这刹车片已经磨出沟来了，看，跟这个新的比呢，差多厚。
几乎是磨到底了，几乎是磨到底。就不管咱们是出国也好，不出国也好，咱也得把它换了，都是山路不安全的。那螺丝打紧了吗？刹车片啊还挺厚的，所以说后刹车片就不用换了，省了，咱们光换前刹车片就行了，咱们也都买回来了啊，这样就不用换了，这就行了，等到什么时候坏了再换吧。很简单，其实修车上面都带着，看都带着这个说明，不会安的一看他都会了。放着放着，留当备用件。看啊，走完这个丙察察，看这个一套新的雪地胎，看磨成这样，真的太费轮胎了。这套轮胎基本上就是报废了。然后看看这里，我当时发现的时候这就已经鼓包了，然后呢一直坚持跑到云南。它这个很快啊，是离空了。这个包就是外面有包，里面有包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看里面有包，然后外面有包，是这个里外都鼓包，很怪。中间进气儿了，可能。现在是弄后面这个轮子。还差俩轮子就完事了，都得做动平衡。哎，这个丙察察呀太费车了，朋友们，每次走呢都得受点伤。这次呢我是轮胎受损，别的还好，然后呢别的没有毛病，但是呢永旺的车是跑废了，他干碎了一个发动机。嘿嘿，以后不换越野车，不换那个硬派越野车，坚决是不走这丙察察了。现在就差最后一个轮了，前轮。这个刹车片也磨没了，这是前面的，咱现在把这个换上就 OK 了，后边就不用换了。看这个片子磨的，
省了100块钱，哎，省50吧，因为四个他要100，咱这个就换了两个，所以说省50块钱。报废了，膜报废了。咱们的轮胎呢，还差一个，做完动平衡安上就行了。然后刹车呢也安完了。微信在哪里？啊。过去了，咱们现在上去要缓几脚，缓几脚刹车怠速，得缓几脚刹车，确定没问题了才可以。因为刚才刚开始一踩这个是直接就踩到底那种空的，什么时候这个油的压力上来以后才可以，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踩不动了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现在出发去快递公司把它寄走。哎，老板，我发四个轮胎能发吧？你去里面问一下吧，他们在里面。啊，老板，我发四个轮胎能发吧？对啊，车汽车轮胎，你能发吗？轮胎是够用的吧？轮胎，我现在位置有可能是青岛，有可能是，哈尔滨那块儿。青岛或者哈尔滨。对，要是能发，我放这儿，咱不有微信吗？我把地址确认给你，然后你把钱告诉我，转给你钱。你要确认，我就把轮胎先放在门口。你能发吗？那这你发不发轮胎？能不能发？轮胎啊？啊，发不了。发不了。啊。你发物流吗？物流在哪块啊？物流那边有物流吗？是什么物流？安能往哪里走？简直往上走吗？超过那个医院里头过去的小姐。好好好，谢谢你。弟也下班了，安能物流下班了，然后来这边洗洗车，看看这边洗车贵不贵啊？问一下多少钱？我洗车多少钱？里外都要洗啊？就洗洗外边和，你基本上就洗外边，里边不用，就只外边。是光洗外边的。对对对。50块。50？30不行吗？50，50洗洗吧。停哪里呢？停这里吗？